手擂台。你买你要两个都。那我之前有问过啊，他不要啊。你为什么要小的就跟他好一点，那大的就给他当做空气？那大的不是我儿子，小的是我儿子。好，还没什么问题来。还有啦，他过来不到，嫁不到一年啦，他每次说要回娘家啦，然后呢还要说什么他娘家要盖房子啊。我已经拿了三年的钱给他，小孩你赚的钱根本连小孩的奶粉钱都不够，好不好？如果不是我在外面打零工，小孩奶粉都没得吃，好不好？你还是有做工作就对了。对啊，助理啦，助理，你的助理。好，所以其实两个是双薪家庭呢，还是有工作，所以你一个月在你身上不只可以拿到3万块，你还有自己工作的钱嘛？对啊，因为他的钱根本就不够生活。你现在觉得他骗你回来，骗你来这边，就为了生小孩跟照顾家人，好，所以一直很不满意。可是你的不满意也很多，所以你今天来控诉，对不对？还有，他10月份嫁过来到这边，结果每隔不多久，他就要回越南，说什么要回娘家。你已经嫁过来台湾了，人家说嫁出去是等于泼了水，你以为台湾是怎样？要回来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哦。每次就想说他要回娘家，结果家里一个礼拜在家里不到两次，人都不知道跑到哪边去，我搞不清楚了，到底是回去了呢，还是跟朋友去鬼混怎样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一走的话，谁来照顾爸爸妈妈呢？对啊，你知道一趟要多少钱吗？越南钱你要到，你知道台湾我不该回娘家吗？不应该吗？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娘家，你干嘛一个人每天就说每天一个月不到一包，自己不要在家里不到两天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新花一年你回去几次？那我也是说，好，新花一年回去几次越南？也没有说每年回去啦，只是说一年回去至少都有回去一次两次。可能刚嫁来的时候比较常回去，对不对？刚嫁过来也没有啊，因为他那时候也没有给多少钱给我。那几次嘛，大概几次？好像才2次。其实你可以想象，因为两边都穷，要坐那个飞机确实真的很紧。对对，所以觉得说有一段时间里面，虽然你不在的时候，你发觉妈妈应该也可以帮你带带儿子，对不对？就妈妈都没有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是不敢让他带，还是说对，一个是没有办法让他带，第二个就是他有点疯疯癫癫，给人感觉是不是很正常？你嫁过来台湾，你就要孝顺父母嘛，孝顺你的公婆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给他当作是疯子嘛。我妈妈是疯子吗？那你爸爸是什么？我爸妈很正常啊，很正常。你妈这个样子，你还不如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算了，不要害两个孙子。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，疯子。再讲啊，疯子。是妈妈，不要这样讲哈。我们刚刚提到，既然为什么你为什么一直认为妈妈是疯子？为什么？他吃的饭哈，今天这一餐吃不完，他可以把用一个小碗装起来放在那里，一直放在那里发臭，他也不倒掉。你要倒掉，他还在那里说你浪费。这台湾人是媳妇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浪费？什么叫浪费？好，各说各的。你妈从来都没有把我当媳妇，好不好？那你是怎么对待我的父母的？啊？过来，你以为这里是皇后？你是媳妇嘞，不是媳妇怎样？媳妇就应该人生就喷气吗？这个时候我们看看，刚刚提到妈妈，妈妈是不是很重要？好，妈妈，你说妈妈会把一些吃完东西还会留着就对了，然后就放在那里发臭，会发臭。欢迎范妈妈来，范妈妈。好，慢慢来，范妈妈。吵死了！你为了什么事这么吵啊？你这个女人啊，每天都是半夜才回来的，每天打扮到花蝴蝶一样出去，晚上睡到半夜她不会回来的。是，哎，我本来想哈，托我的朋友买了越南新娘，媳妇不是用买的啊，想回来帮我做家事，结果不是哦，她把两个小孩丢在家里让我照顾，也不烧饭，也不洗衣哈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就整天拍拍照，这种媳妇要来干什么？还有呢，我看到他存在里有50万的钱哦，一夜之间那个钱不见了，到底到哪边去了？你今天去精神病院好了啦，那个钱在哪里？不要动我妈哦，告诉你，你自己看看他疯样子，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跟我讲清楚，那个钱到哪里去了？我的钱关你什么事？那你的钱是怎么来的？钱哪里来哈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理解，50万的存款一夜之间不见了，但是妈妈哈，好，范妈妈你好，好，你好哦，范妈今年几岁了？
63岁哦、嗯。好，儿子很乖哦。好，现在在工作，有一个好的工作。媳妇是你找朋友跟他一起盐商最后用介绍的哈。那妈妈，我们刚刚一直想要理解说，为什么把那个剩菜剩饭最后还要再吃呢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菜还没不坏呀、啊。没有坏吗？对呀、啊，没有坏呀、啊哦，还可以吃啊。所以说他有病啊。哦，还可以吃就对了。所以你认定那个饭菜是还没有坏掉，没有坏掉，没有，所以还在吃就对了。节俭、啊。对。好，节俭哈，节俭、啊。好，所以怀疑媳妇的部分里面是。他其实都不做家，也不照顾小孩，也、嗯啊、不照顾你的老公。啊，我老公病在床上，本来我的目的就是要娶他回来帮忙照顾哈。是。结果他都不照顾，哦、每天爬照顾。我没有在照顾吗？要到晚上半夜才回家。我没有在照顾吗？你照顾你照，你照顾几次啊？每天都睡到下午才照顾几次、啊？照顾到爸爸加入病房了、啊，照顾。我是老婆，他本身身体就不好，怪我吗？你说他是不是有病？4点要我起来浇花。啊，正常一点好不好？不要再疯了，你去精神病院好了啦。你讲什么？再讲一次。去精神病院。你才是神经病。再讲一次。我讲了，你才是神经病。不要挑衅了哦。熊猫妈妈为什么要4点起来浇花？为什么4点起来叫他浇花呢？为什么？哪有4点？那个5点多快要6点了啦，他怎么有4点？他2点才睡觉的嘛。所以你叫他4点，并不是是5点钟6点。不是啊，5点多的啦。可是你明知道他都2点才睡觉，为什么要叫他5点去浇花呢？他本来早上要浇花，要早浇花呀、啊。早上要浇花。你管那是楼下有人走路了啦，淋到人家头上就不好的啦。是哦，妈妈的道理是对。浇花一定要早上，没有人在黄昏的时候浇花的，这是合理的。可是你没有必要要4点吧？对。好，妈妈说已经5点多了，天亮了哈。天生早逝啊，不是有病吗？我现在还要我陪他去拜佛，我又不信佛，干嘛要去？闭嘴了你了！看有病吧，疯一下癫一下的。可是心花，我有问题。妈妈刚说你每天2点半回来，为什么2点半回来？你在忙什么？并没有啊，就是他有病啊。还有一点，他在他朋友面前还说我不行的。什么不行的？好，什么不行的？不行了，还能够生2个儿子？好，有没有不行？为什么你朋友知道他不行？为什么？哪跟你们在一起不聊八卦？哦，是，所以你跟你的朋友讲，哪跟你朋友聊那个啊？开玩笑啊，两人之间的事啊。好，所以他也开玩笑，不是会死哦、啊。嗯，就是他了，你就不行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是我家的事，跟你无关，怎样？跟你无关。你要怎样啊？走开！就看你那个样子，就是我老公。我这样不好，你不要。你是怎样啊？说一遍。我快要帮我不行了，我快要帮我不行了。你再说一遍，你不要怎样啊？我还没讲完。我家的事情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滚！你这不是在骗吗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你反正我钱给我。怎么可以这样？为什么带我出去喝咖啡？为什么还说爱我？主席，你讲个公道话。经理跟我下去，你就是一个大骗子，大骗子，骗子。